大片花海。今日我哋就嚟到 I Love Flower Farm， 呢度有超级多唔同品种嘅花俾你慢慢打卡，中意影靓相嘅你一定唔可以错过啦。I Love Flower Farm 于2019年开幕，位于清迈梅林省，距离市区约30分钟，深受本地人欢迎，更加有唔少泰星都会去打卡。前往花田先要在附近的停车场转乘由农场提供的专车，农庄有不同的拍摄道具给大家租借，价钱大概是50元泰铢，还有专业拍摄服务。一入到去就可以看到四大花田，每一个都色彩缤纷。大家更加可以走入花田尽情影相，不过在打卡的同时都要小心不要破坏到花位。除了花海之外，入面亦有不少打卡位，例如这个欧陆风红色专场，还有古董车、心系大长台等等，保证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拍到靓相。拍完相之后还可以去到隔离的咖啡叹咖啡，绝对可以吃足一日了。加钱更加可以参加他们的 Art Workshop， 有专人教你做不同同花有关的手作。临走之前记得用入场那阵派的换餐券去换回免费送的食物，包括泰式草本茶和甜品。入场费为每位100泰铢，只限11月去到3月开放。为了保护花田，每日只限400人入场，想朝圣的你就记得 book 定飞先啦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